但其独特风格的节目深受大众欢迎。在关键时刻中，嘉宾与主持人的对话方式通常以保洁，我告诉你，保洁你怎么看，保洁知道吗等起头，这些片段甚至一度成为网络迷因。你知道谁是刘保洁吗？他是东森电视台新闻节目关键时刻的主持人，以其独树一格的主持风格走红。然而最近竟传出这位台湾电视主持人被中国点名制裁，这是什么情况？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台湾的 LBJ 吧。刘保洁毕业于文化大学新闻系，早年曾任职于中时晚报和联合报，担任记者和撰述委员。目前他是关键时刻的当家主持人，拥有 LBJ 和保洁哥等网络外号。刘保洁的招牌节目关键时刻在尚未转型成政论节目前，以其包罗万象天马行空的节目题材著名，网络上戏称他是从皇帝讲到阴帝，从外太空讲到内子宫的超级主持人。尽管这是他在新闻界被部分同业认为不专业，但其独特风格的节目深受大众欢迎。在关键时刻中，嘉宾与主持人的对话方式通常以保洁，我告诉你，保洁你怎么看，保洁知道吗等起头，这些片段甚至一度成为网络迷因。在 Comic 俗称 K 岛的匿名网络论坛，出现了经典的网络迷因，保洁你妈的赞，该台词取自网络搞笑配音影片 GI 咒系列，配上保洁与节目中来宾的表情，风行一时。之后的恶搞节目《全民最大党》中，艺人郭子乾也多次模仿刘保洁，可见他在台湾的影响力之大。但在2024年5月15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宣布对刘保洁及其他少数名嘴与其家属进行制裁，声称刘保洁应在节目中蓄意编造关于中国的虚假负面资讯。当晚刘保洁在关键时刻中邀请了同样被制裁的黄世聪一起讨论这一事件。刘保洁在节目中表达了对被列入制裁名单的震惊与困惑，并质疑惩戒令是否与台独意识形态或中国大陆经济紧缩有关。刘保洁与黄世聪在节目中激动地剖析了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节目开播仅15分钟，已有3万人同时在线观看。而在其他节目中，前立委蔡正元谈及刘保洁私下为人时透露，刘保洁在韩国瑜选高雄市长时曾大力支持韩国瑜，甚至在被老板告诫后反抗说，我明天不上班请假。然而当韩国瑜选总统时，刘保洁又开始批评韩国瑜，因为批评韩国瑜此时更能引起关注。蔡正元认为刘保洁的立场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是追求节目声量，是个有趣的人。总而言之，刘保洁在台湾政论节目中的影响力与争议性使他备受瞩目，他的主持风格、对话方式以及与嘉宾的互动皆成为网络上热议的话题。他无疑是台湾电视新闻节目中的代表性人物，大家对他又有什么看法，都欢迎留言讨论哦。你知道谁是黄明志吗？他是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马来西亚华裔艺术家，他不仅是一名创作型歌手，还是电影导演、网红。黄明志以其多样化的音乐风格闻名于世，然而关于他的争议层出不穷，甚至能专门为这些争议写一页维基百科。最近他的愚人节玩笑又引起了一阵风波，就让我们来认识这位爱惹事的音乐鬼才吧。黄明志的艺术生涯始于网络，2007年凭借原创歌曲《麻坡的华语》在网络大受欢迎，同年因改编马来西亚国歌被警方调查。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仍旧发行了他的首张 EP， 之后2010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好好演》。2011他跨足电影圈，2012年黄明志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辣死你妈》在大阪亚洲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新晋导演奖。2013年他通过华纳唱片在台湾发行了个人专辑《亚洲通缉》，从此正式进军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市场。随后他连续2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评选，并且以《飘向北方》一曲在马来西亚获得多项音乐奖项，以及 KKBOX 风云榜年度风云歌手奖。在台湾，黄明志不仅以音乐作品受到关注，他还以台北观光传播局邀请的形式
成为星马地区的旅游大使。然而，伴随着音乐与电影方面的成就，他的争议也不曾少过。由于他勇于抗争、勇于发表看法的个性，得罪不少人，并多次遭大马当局通缉，特别是面对马来西亚与中国政府时，火力特别强悍。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些他的争议事件。从2007年开始，黄明志利用2007大马观光年主题曲来反讽马来西亚的社会现象，包括警察贪污、公务员工作怠慢、种族政治、人才外流，以及大马独中生被迫到国外升学和找工作。马来西亚内阁决定以1948年煽动法令起诉黄明志，理由是他侮辱了马来西亚的国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和关注。2008年邱老师事件，黄明志不满马来西亚现行的教育制度和独中生英文水平不足，以邱老师的 ABC 时间系列短片讽刺这一现象。短片中含有低级笑话、猥亵语言和淫秽动作，引起争议，并遭到母校中化中学校方的批评，最终导致校方要求黄明志删除相关影片并发出律师信。2009年黄明志因不满家中停电，前往麻坡的国家能源公司有限公司分行，并与员工发生冲突，过程中使用粗言辱骂国能职员及公司，事件被拍摄并上传至 YouTube， 引发公众关注。经过法院审理，2014黄明志被判需履行社区服务三个月。2011年，他的电影《辣死你妈 2.0 引起马来西亚人民优先组织的抗议，该组织声称电影含有可能对年轻一代产生不良影响的内容而要求禁映，该电影最终未被禁映，并打破马来西亚票房纪录。之后在2012年伦敦奥运期间，马来西亚羽毛球选手李宗伟败给中国选手林丹后，黄明志发布了疑似辱骂林丹的影片，引起部分网友的不满。黄明志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向林丹道歉。时间来到2015年，黄明志发布了一首歌曲《我好天真我好傻》， MV 被指揭开了过去不雅照事件的伤疤，特别是指向了阿娇、钟欣桐，此行为引起了部分公众的不满，认为黄明志无视当事人的感受。2016年 Oh My God MV 草稿外泄事件，黄明志与台湾饶舌组合911合作的 Oh My God MV 草稿被外泄，该 MV 被指对宗教持有不敬态度，特别是对伊斯兰教有不恰当的表现，引起了马来西亚穆斯林社群的强烈反应，甚至惊动警方介入调查。2020年，疫情席卷全球，他发表武汉肺炎名字不能改的原因影片，他支持继续使用武汉肺炎这一名称，这一立场引发了中国网友的不满，认为黄明志的言论加剧了对立和炒作。他不畏中国网友的抨击，2021年发布单曲《玻璃心》，通过歌曲及 MV 讽刺了中国的小粉红现象，导致他的音乐作品在中国被下架。同一年，黄明志与陶晶莹合作的《十个男人》，因为能获得原歌曲《姐姐妹妹站起来》的版权授权，面临版权争议。2024年农历年时期，黄明志发布的《龙的传人》 MV 包装成贺岁歌曲，实则暗讽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内容，又引发中国网友的强烈抨击。而最近2024年4月1日，黄明志的社群媒体宣布将举办告别式，声称他在拍摄 MV 时被老虎咬死，引发了许多网友的讨论。特别是告别式上黄明志的父母现身发言，让许多网友确信这不只是个愚人节玩笑，甚至过了12点，黄明志也没有立刻出面澄清，直到4月2日凌晨才出面回应，并澄清这是一个生前葬礼，接着预告他将发布新歌。当我们离开以后，许多他的粉丝对这次愚人节玩笑表示支持，但也引起许多网友的不满，认为不能拿此类事情开玩笑。在台湾论坛 D 卡和 PTT 上，可以看到许多对他感到不满的留言，甚至有人形容他是会唱歌的晚安小鸡。特别是当他出面写道，觉得想要退追他的都是假粉，更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尤其是充满年轻族群的 D 卡。原本对黄明志抱持不错的观感，但如今在相关讨论串中则能看到批评的声音居多。或许在一次次的争议事件中，黄明志的粉丝也渐渐地对他失望，只留下了最忠诚的一群，这或许也是件好事吧。
大家对黄明志这个人有什么看法，支不支持他这次的愚人节假死玩笑，都欢迎留言讨论哦。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